咱们今天做一个完整的几个模块，比如说登录模块、后台首页模块。有很多人查模块的时候，这两个一般的不怎么算模块，对不对？就后台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界面，对吧？其实你好好设计一下，它也是一个独立的一个过程，也可以算是一个模块，对吧？登录最好别跟用户混杂在一起。好多人设计模块的时候呢，比如说登录模块，他认为是用户登录，对不对？所以经常把登录模块算作用户模块中的。你最好把它拆开，不然的话你程序很难怎么的，登录很难写，知道吗？你需要有好多的判断才可以写出来，所以拆开的时候就比较灵活了。那这样咱就设计三个模块，今天一个是登录模块，一个是后台首页模块，然后再是一个商品的模块。过两天咱们开始做项目的时候，我给大家讲一下无限分类，好吧？再把分类的模块加上去，然后其他模块都可以参考这些模块啊。来，咱们先做一个后台首页，你看一下啊。先把这个和这个拿出来，一般呢我们做普通的比如说企业网站的应用都分为两个，一个是前台，一个是后台，对不对？你要是有其他的应用的话都可以加，对不对？都是一个独立的操作过程嘛。看首页这块是 home 没关系吧，然后 admin.php 这里边换成谁啊？对，你叫什么目录名都行，其实最好别叫 admin 这些名，能让别人猜出来，对不对？后台最好别让别人知道，所以起一些比较特的一些名字，是不是就行了？你叫什么都行，反正最好我觉得你别叫 admin 之类的，对不对？这样别人很容易猜到，让别人连后台界面都猜不到，不更好吗？对吧？然后咱们访问他，33下边的8下边的 index.php 看一下，再访问一下 admin.php， 然后这里边所有文件都生成了，对不对？最好配置文件中有几项你最好怎么的拿出来一下，一个是这个什么模板风格，因为咱们换模板你没有必要后台也换模板吗？这是这个里边前台的吧，然后后台，对不对？你这样的话，不然这样，如果你现在改模板的话，只前台换后台不换，对不对？你又都换到配置文件里边是不行了，所以这时候是注意的，如果你没有多个模板的话就放在这里，是不是就行了？对吧？那有的时候咱们做缓存的时候通常是什么？通常是前台加缓存，后台都是管理员操作的，就不用加了，知道吗？因为后台访问的量和前台比要差很多倍，所以比如说缓存技术这块后台这儿也加一个，这儿咱们最开始做项目先做一下，这样的话我前台开缓存，后台是不是就不用开了？对吧？因为有可能前台访问1000次，后台只访问一次，因为前台用户多呀，后台就那么几个管理员，对不对？去操作，所以你再访问量没有前台用户访问量大。往主入口一放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咱们所有的应用用同一个配置文件，对吧？同一配置有好处也有不好处，不好处就是什么？不同的应用各自的配置，是不是这意思？那好处就是什么？你改一遍，所有的全变了，是这样的吧？所以咱们把主入口文件，一是主入口文件，还能把它看作是相应的配置文件，明白这意思吗？所以咱是这样解决的，但是你得需要的时候变化你这么做啊。然后
咱们现在需要临近数据库的话，咱这直接改好密码12345 6，正好就用 PDO 了，对不对？你改成买四开效果是一模一样的啊，但是你买四开什么都得开着，对不对？ DB33 这块比如说就是33也行，嗯，然后这块先不开，这块应该但已经有了，这块应该怎么的，对，删掉就行啊。所以咱配置文件可以任意的改，只要你配置文件不重新删除，那么它就不会被系统生成的一个覆盖，听懂吗？除非你没有的话，它会自动生成一个。那现在咱看一下两个应用，那一般的咱们直接访后台的话，是不是直接这么访问？那默认它找的是什么控制器啊？对， index 控制器，也找 index 方法，对不对？所以咱们就用 index 控制器的 index 方法做后台主页面，对不对？不然的话你这块还得加一个比如说其他的主页面什么什么，对不对？所以用默认的前台直接 index 的点 php， 默认什么呀？是不是也 index 的 index 的？所以在默认的 index 的 index 里边就是前台首页，对吧？这样是不是就不用加东西了？嗯，到时候我再会告诉你设计项目的时候，告诉你前台控制器的时候你怎么去分。后台有可能很容易，比如说都按模块，一个模块一个控制器，对不对？前台可以随性一点。那我们看一下，现在访问 enemy 下边控制器下边默认是 index 的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把这个内容怎么的就删了，然后这里边这一次里边的 display 它又在找谁模板呢？对，是不是又找这个下边，对，新建一个 index 的这个模板，对不对？那这里边得有一个 index 点 tpl， 对吧？当然后台模板界面你怎么做都行啊，但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方式也是现在都公用的方式，就是什么，后台界面尽量用分帧，这样的话容易控制一些，听懂吗？但是前台尽量不要用分帧，为什么？因为使用分帧不利于搜索引擎，听懂吗？但是后台的东西是怎么的？后台的东西是不让进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搜索引擎它也是进不来的，对吧？那怎么方便怎么来，怎么用分帧是不是就行了？分帧你可以选两种任意一种，一种是什么 iframe， 一种是对 frame set， 两种都可以啊，对吧？那 iframe 呢，你要想调外观的话就得用一些样式，对不对？嗯，后台可以用分帧。那比如说前台，前台像个人中心什么的，用户也进不去，那个搜索引擎是不是也进不去啊？因为个人中心你是不是得是登录之后才能进的东西啊，对不对？那这样的话也怎么的，也可以用分帧啊，对吧？都是可以的。那有没有一种，假如说有的网站有一种测试用户？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有没有一种办法能怎么的让模拟登录然后进去啊？你记得后台的东西你百度再强的话它不知道用密码它进不来，对不对？如果搜索引擎它能直接进来的话，那你这个网站谁都能进来，听懂吗？所以有权验证的话是谁也进不来的，对不对？除非他知道用户密码，对吧？那只假如说我某个网站我知道用户密码，我能不能用程序进去呢？不通过浏览器。对，模拟登录，什么技术可以模拟登录啊？什么东西？就比如说现在某个论坛上有个帖子，你想把它抓下来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的？那有可能这个帖子你得登，假如不登录直接能看到的，咱们很容易抓，对不对？直接访问这个地址，是不是就能把这篇文章拿过来啊？对不对？然后呢咱们写个类似于小偷程序或者是采集。哎，小偷程序和采集什么区别啊？啊，反正这俩差不多，给我的感觉是小偷程序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拿过来不用保存，它变化就让我程序变化，听懂吗？采集是拿过来我往数据库保存的，类似于这种，对不对？
灯型的技术差不多，就差一个保存而已，对不对？反正概念是这样，你可以灵活去想嘛。然后如果它没有全员登录，咱直接把页面扒过来，就是访问到，然后从里边挑出内容是可以，对不对？如果它有登录的话，你要注册用户密码能看到这个帖子，咱们就想办法用程序能做到，就用 CURL 模拟登录，听懂吗？在里边写好用户密码，然后就能登录进去，也能访问到这帖子拿过来，听懂吗？就像浏览器一样的模拟登录，听懂吗？有点跑题儿，回来。来看一下，这是咱们做后台首页，对不对？然后 body 后台首页有一个什么特点呢？假如说咱们用分针的话，能和 body 体共存吗？对，分针的内容是在每个窗体里边，对不对？你要加 body 体的话，那么那个分针它俩是排斥的关系，听懂吗？就不行了。哪怕我这里边写个字符串，这也是 body 体的内容，明白吗？那跟分针也不能共存，所以要确保使用分针的时候，不是 iframe 的时候，使用分针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你这个里边不能有任何输出，除了标签自身的，清楚吗？那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意外的注入，就是输出了，清楚吗？所以呢，什么情况下会经常会出现那个输出不行的问题？也就是如果我这个例子给你写完，你要改的话，你最好也用我现在这个什么字符集去改，不要用 GB232 其他的改，清楚吗？有可能用 GB232 之类的那个文本编辑器去改的话，咱们明明是 UTF 有可能三个字符集，对不对？有可能你不小心你要用 GB232 输入法一删，有可能删两个，还剩三分之一个字符，对不对？那有可能会经常出现一些爆不头之类的东西，对吧？那就会有一些什么特殊字符输出，然后页面看不见，对吧？然后你要是用 frame set 的话，那界面肯定也不出现分针的界面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给你的时候，你最好用 UTF8 改。你要是如果用 VI 的话，你看这里边不有个启动设定吗？这条我就不知道你们改没改过。对，那都改过，那你记我这里边你就可以随意的改，咱是一个字符集，清楚吗？不然的话你就怎么的？别动。但是这里边跟谁可以写啊？这个东西是没问题的，对不对？头，然后标题，斜杠 ，title， 管理平台。一般的做网站的时候，就像类似于这样的，有两种情况，后台的东西叫做管理平台。你看啊。类似这样，咱们登录进去 GIAQ， 你看这就管理平台，清楚吗？然后前台呢，到首页里边你看一下，这叫用户中心，清楚吗？那因为用户中心是任何一个用户都有自己的用户中心，可以干嘛呀？可以改一下自己的账号，设置密码，换一下头像之类的，是不是啊？可以看一下查看自己的站内信之类的，听这一点吗？然后看自己的粉丝啊，关注自己发的文章，这是个人中心，也能有一些管理的工作吧。但是个人中心管理的是自己的，听懂吧？而后台是谁啊？对，后台管理平台是管理员，他能管理所有，明白这意思吗？所以一般的动态网站都是这么分的。当然，你前台如果像做一些企业网站的话，前台是没有用户注册登录的，那肯定就没有个人中心了，对不对？那后台也不用说管理什么用户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也不用管理什么积分，有没有用户组，那只管理一些帖子，文发布一些帖子，对不对？删一些帖子之类的，是不是就可以了？对吧？所以做一些公司里边那些小网站什么的，不需要用户登录的，那还是很容易的，就是增删改查帖子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帖子内容在模板里边怎么摆，是网站就出来了，让他的公司自己人给他做完，自己在后台就可以改自己网站上哪些文章，哪个地方，对不对？所有地方都让他可以有后台界面改，不就行了吗？对吧？然后前台给他一静态化就 OK 了。但是现在的网站，互动的网站，就类似于 SNS 这种的，那样的话那肯定是用户为主导的吧，对不对？像商城啊，论坛什么的，这些都是以用户为中心的吧，对不对？好，后台咱们定一个管理平台，然后直接是
frame set 这样的语法 HTML 语法现在没有不知道的吧，对不对？然后比如说管理平台一般的，像我这个因为栏目比较少，所以我把这个频道放在这儿了。频道指的可不是那个和尚那个频道啊，就电视频道，对不对？一般的频道是放在哪儿啊？上边，对不对？大的几个频道，然后每一个频道这边都有什么，都有菜单。假如说把这三个放在哪儿啊？放在这块，对不对？因为这就有三个，所以你做个图好看，放在上面更难看，对不对？如果有四个五个六个，那是不是放这块最好啊？对吧？然后一点系统设置内容管理，每一个频道都有自己菜单，对不对？菜单太长的话都可以那怎么的稍稍缩进一下。这是那个后台界面，如果频道比较多的话，频道下边你一点还有一个子频道，然后每个子频道的对应菜单，一般的结构是不是都这样的？嗯，频道少的话你怎么摆都行啊。现在呢，后台界面如果你想做的好看一点的话，现在有很多开源的那些插件，听到吧？比如说 DWZ 啊，还有什么 EXTS 啊，好多那种就是特别炫的那种，就跟那个办公软件用的界面一样，里边都是弹出窗口的，全是解块的东西。你只要花一点心思一研究那个的话，后台窗口那个能做的非常好看，对吧？一般做应用软件你可以用那些插件，大部分都是什么，都是免费的。比如说那个 DWZ 也是那个软件的那些作者也是跟咱们关系不错的，所以呢你可以去试着去用一下那些东西，听懂吗？来分针，然后先怎么呢，先如果按照刚才的设计，是不是上边有一个专门放频道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在这放菜单的，下边有没有都行啊，玩一个主区域，对不对？一般的都最好分成三个吧，先分成两行，第一行比如说是100，然后星什么意思啊？所有的，对不对？然后这块 frame， 然后再来一个 frame frameset frame set cols 列，比如说这块是180和星斜杠 frame set， 然后这里边再来两个 frame frame frame。 现在你看一下后台界面，直接访问 admin 是不是有了，对吧？然后这里边有了，每一个最好起个什么，起个名字啊 pop， 然后这个起个名字叫菜单吧 menu， 这个起个名字咱们叫做，这名字叫什么都行啊，对吧？然后他们三个是不是各自对应一个自己的小窗体啊？那现在问题，哪个小窗体是不是一个模板呢？那现在问题在这儿，你怎么能显示到每一个小窗体，用什么链接地址啊？SRC， 我就说这个地址该怎么写，用 include 包含行吗？对啊，你记着啊，要记着原理，因为 SR 就是这个分针访问的不就是一个独立的一个脚本吗？是不是这意思啊？嗯，对吧？所有访问脚本对于咱们框架来说，是不是访问控制器啊？是不是啊？控制器才调用模板，对不对？没有直接访问模板这一说，听懂吗？不管在哪儿，除非是在模板里边包含模板，是不是这样的？而这个还不适合 ，SRC 是不是就请求一个文件呢？对不对？那请求的就是谁文件呢？那直接什么？$url 请求这里边的 top， 然后这里边 $url， 比如说请求这里边的 menu， 这个 $url 请求这里边的 mn， 然后这三个是不是本模块的三个操作呀？这三个操作再对应三个模板不就完了吗？对不对？所以主的这个这里边分别是谁呀？Top 还有什么？对 menu， 然后对这个
你看一下啊，这个方法有点变颜色了。什么原因呢？如果大家接触过别的语言，你就会发现，比如说C语言的这个方法什么？主函数 Java 里边，整个项目里边一定要有一个类有这个，对不对？这样的话 Java 才能从这个开始运行，对吧？都会找这运行，因为别的语言是生命周期的，咱们这边语言是脚本是从上往下，对不对？跟这没关系。所以看上去，如果你不懂别的语言的话，那这个你这么写肯定感觉不出来它有什么别扭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对吧？但是在 PHP 这个没关系，这么用是可以的啊，听懂吗？好，这里边是不是又访问这几个模板呢？当然，如果像这几个模板默认分配变量，是不是也是可以的？对吧？就像这个，你看到我下边这模板是默认分配了这些东西啊，文章有八篇，混能片，这都快速的访问的这些东西吗？因为内容管理就管理的内容不就这么多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快速访问这些内容不就可以了吗？对吧？那这块直接分配变量就行，但是这里边用不到变量，所以我在这里边得需要什么呀？对 ，top 点 tpl， 然后还有 menu 点 tpl， 然后还有 men 点 tpl， 就这几个。然后这里边咱们分别看一下 top 里边，我这块直接加一个。哎，怎么还不让我输入字了？啊，好了，你看一下啊，比如说 CNTR Center 斜杠 CNTR Center， 然后H1， 当然了，你都可以用图片什么的去做，对不对？比如管理平台，然后下边有几个链接 ，AHIF 等于斜杠 A 竖线，然后这里边。比如说频道一，这里边一定要加什么？他 get 一点这个，我让他在 menu， 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在这个右边菜单中显示啊？不然默认的是不是都自己啊？对吧？加这个吧。然后这里边你可以加一些地址之类的。然后不同的地址在菜单里边显示有不同的菜单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的？频道一、频道二，这一点频道一下边是不是变化就可以了，对吧？然后这里边你看上面这块是不是也有这个？对，不是你这个调试模式，这边是不是也有调试模式？调试模式对咱们现在来说，只有主区要就行，其他的一般的能都不用要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边用什么 ？GLOBALS global debug 等于零，这里边。当然最好上面这个怎么的，对，也有一个，嗯，然后这块也有一个，嗯，然后咱们再看一下，是不是就只有这有了，其他地方都没有了？那这块现在滚动条什么的，当时你用样式都怎么的，都很难看，对不对？都可以去掉吧。scrolling 等于 no， 对吧？或者是尺寸什么不想出现下边的条，这个让它固定，是不是都可以做到啊？对吧？因为这个频道咱们不用，所以现在放这就行了。然后菜单这块你看，菜单这块咱们一般的用 URL， 当然你可以用很多 GS 去写特效，对不对？然后这块 H3 斜杠这写上没什么吧，LI斜杠 li 里边再嵌套个什么 url， 斜杠 url 里边再加上 li 斜杠 li 这块 h3 斜杠 h3。 假如说现在咱系统里边有这么几个模块，有分类模块、商品模块、用户模块、友情连接模块，四个模块吧，对不对？那我菜单里边需要，假如说现在需要四项，这块是分类管理，商品的分类管理，然后这里边 AHIF 写上链接，
斜杠 A， 添加分类，然后里边必须得有的什么 target 点的在这里边显示，对不对？然后添加分类，还有什么？比如说编辑分类，对吧？这是分类管理。假如说咱们得有商品管理，还有用户管理、友情链接管理，假如有这么几个，那商品管理，然后用户管理，还有比如公告吧，都行，对不对？公告管理，然后添加商品，然后添加用户，编辑用户。当然你用那些工具一般这些都是数组的，数组里添加记录，这界面就有一个了，对吧？公告一般的操作都是这么几个嘛，加几个就行。这几个样式不好看哈，位置缩进先留着，到时候你用样式你怎么调都可以。外层这块加一个，把它缩进留着。能对付用就行，这样可以吧？大分类里边小分类，对不对？你用样式用图片就可以做得很漂亮啊。然后现在咱们设计好了这么多模块，对不对？现在咱也算后台的界面写的差不多了吧，对不对？那有这么多模块的话，有四个模块你就得需要怎么办？是不是在控制器这块进四个控制器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在设计项目的时候就能把控制器全设计完，听懂吧？然后有四个控制器，这里边是分类 cat.class.php， 对不对？然后还有什么？没有友情链接吧？然后商品 product.class.php， 对不对？然后还有用户 user.class.php， 还有公告 notice.class.php， 然后设计完这个模块之后，看这个模块都有什么操作。比如说这个分类无非这里边都是什么增删改查嘛，对不对？ class cls class cat， 那比如说这里边现在咱们暂时用几个，暂时用一个是列编辑的页面和添加界面，对不对？那咱就写两个 index， 咱一般的都做列表吧，对不对？ function 这里边写 add 添加，这里边我先都直接打印一下啊。添加分类这块是，当然你得调什么，调模板，对不对？分类列表这里边产品 product， 有多少个操作你就直接列出来，对不对？商品列表，添加商品，然后用户。如果你全写完再改更快一点，添加用户，还有一个
公告列表，添加公告，好，啊 ，notic， 是不是扩容器四个扩容器？你这块因为分的是四个模块，对吧？所以四个扩容器，现在点哪个扩容器就调里边方法。那咱们菜单上是不是就有写的东西了？这里边直接领用谁啊？你要用 URL 是访问的谁模块啊？是不是自己的模块？自己模块现在是不是 index 的，对吧？所以这里边应该访谁啊 ？APP 是不是到主入口文件后边你可以加上，比如说添加分类，分类咱们是 CAT 这个模块吧？里边是不是有个 ADD， 对吧？那这所有这是这个模块，然后这个是商品模块，这个是用户添加，就公告添加。那这块分别改成商品是 PRO DUCT， 然后用户 USER， 然后公告是 NOTIC， 对吧？然后这个下边直接默认是不是 index 的，你不需要存参数，对不对？这个直接是 PRODOCT， 对吧？这个 USER， 这个是 NOTIC。 好，菜单，那你想加特效的话，这就纯 HTML， 你加上 GS 缩和进，这个特效应该不是什么难事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来，你看一下默认的界面，因为咱默认那个这里边是不是还没写呢？所以默认这里边这个你可以写什么都行。你像咱们这个一访问的话，默认这个主文件就是一个对公告的那些东西，对不对？系统信息一些东西，对不对？所以默认那个你可以用什么都行，对不对？默认那指头写哪儿吧？嗯，写在这个 index 里边不有一个这个吗？对不对？你可以这写一句话，这是默认的信息，输出完了。因为咱这里都是 U 条吧，默认也输出 U 条吧。这是默认的信息，对不对？现在你看一下菜单就多好使了，添加分类，添加商品，添加用户，刚才点什么点上了一个，刚才应该是双击，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些都有了，然后里边调用什么界面，是不是按咱们前面做的实验一个一个写就可以了，找到地方了吧，都对应。然后在这里边，这是属于这个主区，是属于一个操作界面，对不对？这里边再提交什么的都可以提交给自己嘛，对吧？只要是界面上有变化就这么写就行了。那这个是一个模块，那咱们要完成的是后台界面，当然样式的东西归你自己去写啊，你不一定说非得就是自己老老实实的把这个写完，后台界面你最好自己对想办法找一个很好的一套模板，然后你做什么项目都能用这样模板，对吧？比如说你找一个灰色的，灰色一般万能色，对不对？就像软件操作界面一样嘛，所以你找一个什么软件，因为后台的东西不用非得跟前台那种有各样各式的特色，对不对？所以推荐你还是用那种操作比较好那种GS 那些插件做后台那比较好啊，你要是小的后台有一个自己的界面就行了，不用每次写个项目你都花几个小时或者更长时间写一个后台界面，对不对？有可能做什么项目呢，你有固定界面的话，样式都是固定的，登录的模式什么都是固定的，有可能怎么的十几分钟是不是一个界面就打好了，你就把心思都放在什么这里边每个业务的编写上，是不是就可以了，对吧？不用说让自己太累啊，没有界面的话这两天你想办法到网上扒一个，对不对？以后一固定用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模块 index 模块是不是就写完了，对吧？那咱下一步应该什么模块了，应该做登录模块，其他这几个模块咱们还没开始写呢，对不对？只是空隙放这块，然后咱们做登录的话，比如说这个
默认的这个也得用上了，因为咱说过所有的操作，每个括号块的所有操作都会怎么的，所有的这里边不都继承它了吗，对不对，它继承 action， 那么所有的都会怎么的，都会干嘛，都会执行这个方法，对吧，那既然都会执行这个方法，那在这个方法里边就要先判断它有没有权限，对吧，没有权限是就不行的，比如说咱们这块现在是这个用户，我退出，比如说我用一个，你看李四，李四，然后李四 Q 五危机，登录不进，权限不足，对不对，都可以登录不进，登录不进去了，登录不进去，所有控制器用户想直接访问都不可能了，比如说有可能说知道后台界面哪个都能猜到，对不对， ARTICLE 文章的 ADD， 这不都不行啊，你都没有权限，对不对，假怕你就在前台用户登录的话，后台你直接访问哪个都不行，对吧，不然的话你要是不用这个控制器的话，你要是独立页面的话，有可能你忘记在哪个页面的上边包含那种判断权限的问题了，对不对，有可能用户直接不用你后台界面，不直接访问界面，就访问你某一个什么添加文章的或者什么，有可能就进去了，有没有这种可能，对吧，但咱这个所有的控制器里边的操作都经过这方法，那只要在这个方法里边一判断，那你访问哪个都先经过这个吧，因为只要进来访问就得经过这个，不是入口文件它访问不了啊，是不是全部可以验证了，对吧，那这里边一般咱验证的说不用每个里边都去连接数据库，所以咱们只要登录成功之后就在session里边保存一个登录成功的变量，听懂吗，这个变量比如说可以在session里边是这个 SESSLN session 里边，比如说 is login， 行吧，有的时候设计的时候这个分怎么做了啊，比如说登录后台的用户要么就登录前台啊，能登录后台是不是就让他登录前台啊，但登录前台用户就一定要能登录后台吗，哪怕是管理员，你现在会发现有一些你装的开论坛或什么的，你如果直接在前台登录，那你直接走后台的话不一定能过来，清楚吗，你要在后台登录的你可以上前台也可以再回后台，对不对，因为你要直接在前台登录的，你是前台的相当于前台应用，对不对，所以呢这个呢一会儿我告诉你怎么设置一下啊，当然这都是每个人做程序一个样，没有一个说统一一个参考标准，这也要跟你的系统做什么类型的网站有关，对不对，对吧，所以为什么程序员每个算法都是自己想的吗，重复的只是参考的几率东西会多一点，但是不一定一样，如果所有东西都能是固定的东西，那有可能就都不用你写了，系统肯定早就有一个固定一个东西来完成了，是不是这样的，所以既然没有固定的东西，那就是这个东西是千变万化的东西，需要程序员根据自身和这个做的类型去决定怎么去完成这个东西，是不是这样的，就像比如咱做网站为什么说框架能出现呢，就是因为各个网站重复的东西都是这些，对不对，那把这些提出来就有可能是个框架了嘛，是不是这样的，如果登录或者什么都是固定的话也可以提出来，对不对，做一个这样的标识符，对吧，这个如果等于一的时候，假如说咱们就让它登录，那咱们这边就可以这么判断，如果 is set 判断谁啊，刀了符下划线 SESSLN 判断一下 is login， 你随便起个变量叫什么都行，对不对，但是咱数组你一定要注意大小写，对吧，对吧，如果判断它存在证明怎么的，登录的时候设置过这变量，是不是啊，那管存在就行吧，有可能别人没登录成功，但没登录成功肯定不会有这个啊，那再一个并且 dollar for a 下划线 SESSLN 这里边 SLOGN login 等于一之类的，对不对，但是你最好用个全等于一，这样的话因为咱设置session值的时候给的是一的整数值，对不对，那这就判断它全等于，如果是字符串就字符串，对不对，如果它声明一个字符串一是不是不好使啊，比如说别人攻击你在表单里边输入的值什么的是一的话，都应该是字符串的一，是不是，你不全等一下不就可以了吗，然后这个是不是登录的，
登录的咱就不管了，所以前面整体怎么的？取个反，是不是不登录的？那不登录的，我直接就，假如咱有登录模块，就直接用 $this 里边，因为它是不是也是控制器啊？有 REDIRECT， 是直接跳转呢，还是直接跳转吧？你也不用提示，对不对？没登录的话，直接就到登录界面不就完了吗？直接到谁啊 ？Login login login 这个模块下边的什么？默认登录就是 index 行不行？可以吧？也不用传什么东西，直接 login index 的是不是就那个登录的添加界面，对吧？然后其他的再写权限的话，再往这里写就可以了，听懂吗？所有操作都经过它。你看我在我这里边经常写一些权限验证，会这么写。到这个项目过来，这项目是给你发过去，你可以参考啊。admin 下边控制器下边是不是也是这个？能找到吧？你看上面也是这样的，直接是不是转向 login 这个，对不对？上面这会儿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没安装的话，就直接怎么的？是不是跳转到安装那界面而已，对不对？跟这没关系吧？你要不做安装程序，这个是跟刚才咱写的差不多啊，对吧？然后其他这些是什么？是不是验证权限？系统里边只要用户做好了，你看权限不用在每个里判断，我只要在这会儿就完全可以做到权限了。你看这块什么？我分三个，在后台分成三种角色，都什么呢？一个是网编，负责干嘛的？负责你就是网页的什么那个设置栏目啊，什么设置图片呢、啊，对不对？那些基本设置啊，这都是网编的工作，对不对？然后做一个什么文章管理，因为网编的工作有可能说，就那些技术人员设置设置，对不对？那管理文章，那假如这网站的管理有可能大部分是管理文章，哪些文章合法，哪些文章不合法，对不对？需要改什么文章？那这个是专门跟文章有关的。然后呢，这个是专门跟用户有关的，对不对？对吧？你可以是有这三个权限全有，也可以有两个，也可以有一个嘛，是不是后台复选块选择的，对不对？那这就判断了。如果你有网编的权限，你可以操作什么模块啊？是不是有这么多权限，这一些模块可以操作啊？所以模块是不是咱用 getM 的获取的模块？所以就判断，如果当前访问的模块是这里边的任何一个，对吧？你看 webmin 吗？是不是这里任何一个，并且用户里边有这个权限，就没有这个权限的话，你就怎么的，权限不足。是不是这意思？也就访问这些模块的时候都要看 session 里边这个等不等于一，不等于一的话，这些是不是都不能访问呢？对吧？如果是文章的话，是一个文章管理和缓存播放，这两都是跟文章有关的，对不对？还是你模块如果是这两个，看你 session 里边有没有这个权限，如果有是这样，对吧？所以这样一下来的话，所有都验证，你直接访问哪个操作都先到这判断一下，而且不用连接数据库吧？咱们登录成功的话，把权限是不是都直接给他了，对吧？所以你就不用在每个里边都一个一个判断这个怎么样，一个一个判断那个怎么样，对不对？除非具体的某个操作，听懂吗？那某个操作如果操作多的话，咱们还可以把操作写成这样的数字，用 $ 下面 get A 来做，把所有权限东西写在一起，对不对？这样它清晰一点啊。这个没问题了吧？这样就判断不登录不行的话，就直接是不是到这儿来啊？那这块咱们是不是没登录进来，那咱就得有一个登录界面啊，这里边得先设置一个谁啊，登录模块，login.class.php 对吧？这里边尖括号 php class log login login， 但这里边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我给你画一个图，你看一下，这是系统的 action， 这是刚才那通用的，对不对？所有我这里边写上名，这个系统的 action action， 刚才是不是有那个通用的 common， 对吧？然后这是每一个模块，刚才咱们建的这么多操这么多模块，对不对？对吧？然后这些模块默认都是继承谁的？对，都是继承它的。你看一下，
那都是继承他的，他是不是又继承他的？对不对？看我这个箭头关系啊。那这个里边是不是那个 IIT 方法里边写的验证？对吧？所有的操作都经过他。那我现在写的这个登录模块是不是默认也继承他？那我这里边的 index 的或者什么也好，是不是都先经过谁判断呢？先经过他判断呢？那现在就会有问题，你访问那个 login 的时候，他也会先判断一下这个，不行再反的 login 不行再过来，是不是一个死循环呢？跳到这跳回来，跳到这跳回来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的问题？你可以没事你可以试一下，看他跳着玩挺有意思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咱们要怎么的？把登录模块单独的提出来，这块谁啊？ login 听懂吗？对吧？这个 login 这控制器干嘛？你就得手工的写，咱说了，要么它默认继承它，要么手写只能继承它，对不对？因为控制器的作用就得是这样，不像 model 对吧？ model 你可以任意写复类继承吧，这里边要么经过它，要么经过它，对不对？其他的都用不到嘛，所以这个继承它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就绕过它了？所以 login 就不用通过刚才咱们写的这条语句验证了吧？对不对？直接继承它，明白这个关系吗？这样的话就不会验证，这里边登录成功的话，然后再怎么的，再跳回到这里边什么 index 的或者什么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就可以了？所以这块咱们得怎么写啊？继承 action， 记着这个语法了吧？别的都不用这么着，只有登录绕过就行了。所以咱们这个预留的就是为了登录模块预留这个，听懂吧？所以说好多人他不去把登录单独提出一个模块，然后把登录放到用户里边，因为他认为用户也是一个什么，也是一个，因为登录跟用户有关嘛，对不对？那想用户模块就必须得是不是得继承他呀，对吧？那在那里边，然后你还得判断，就在这里边你得判断，得先判断你访问这模块如果是用户模块，然后不处理这个，其他模块再处理这个，是不是会这样？然后是用户模块不处理呢，还会有一个漏洞什么呢？用户里边有好多安全信息，那就都不经过验证了，用户都可以直接访问用户模块任何东西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还有更多的判断，如果是用户里边处理登录的操作怎么怎么地不经过它，是不是啊？对吧？所以那会麻烦，你单独提出来，你直接用它继承 action 是不是就搞定了？对吧？好，登录模块写完，塞尔克继续写吧。